近日，官方宣布25届电影推介会要拉开序幕，青年演员肖战携手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重磅加盟。作为热门电影和内娱顶流，肖战和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成为了举世瞩目关注的焦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不仅仅是在影视剧领域捷报频传，代言商务这一块也更新了。肖战新代言元气森林浮出水面，不得不说肖战的演艺事业太红火啦。据悉，在备受期待下，青年演员肖战重磅加盟25届电影推介会，场地在广州，届时就会有一大批优秀的好电影和观众朋友们见面，其中自然少不了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这可是一部大热门电影，无论是制作班底还是阵容，无论是热度还是流量，《射雕英雄传》都是佼佼者。另一方面，肖战新代言也浮出水面，肖战成为元气森林品牌方的代言人，这就是肖战火热的发展状态，不可阻挡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。还是那句话，肖战只需要安安稳稳拍戏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好消息就会络绎不绝。肖战本身就是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，值得拥有这一切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专注于拍戏，一直以来积累了非常多人气，拿出了数不胜数的经典角色，这些都注定肖战可以走得更远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也祝福和期待肖战，希望2024年的肖战可以再创辉煌。一直以来，肖战都在破圈跨界闯世界，作为小飞侠的一员，自然都非常骄傲。肖战太棒，未来可期。